3-1-6-5-0，準備，隨時預備起步。一開閘嘅時候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咧內欄位置住尖飛升嘅，咁啊大外檔牛精仔噶啦，咁啊再見到咧中間有贏得啦，咁啊喺入邊咧仲有超群名區啊，出邊日日發啊，再內欄位置第五位就係呢只勁飛翔啊，再後邊有君河啦，咁啊仲有呢只咧就新苗星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國粹精華喜多迎尾二喎，縮翻住嚟跑啊，真係包咗落尾耀華勝甲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咧就千二米彎啦，牛精仔放到出嚟，仲係帶嚟咗成個幾馬位啊，跟住第二位。有呢只就赢得啊！再后边嘅第三位有至尊飞星啦，第四位外边系日日发啦，内栏第五啦，红眼罩咧就劲飞翔啊！再跟住佢后边咧，仲有绿色衫咧超群名区啦，后边白鼻箍就系呢只新妙星啊！咁啊，再喺外边位置有君河啊，暂时后边嗰三只马啦，国粹精华啦，喜多盈啦，咁啊，暂时包咗落尾咧就系嗰只耀华圣甲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去对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咁啊前面放咗出嚟嘅马咧，依然都仲系呢只牛精仔啊，接嚟咗第有半个身位啊，蔡明少上去咧搞搞佢先，就系呢只超群名区噶，再跟住个第三位啦，咁啊内栏位置啊赢得啦，出边日日发啦，第五位咧仲系劲飞翔啊，内栏上咁多少咧，仲见到至尊飞星，再后边咧先有君河新妙星啊，尾三国粹精华，尾二喜多盈包咗落，尾耀华圣甲嚟噶，入直路啦，牛精仔占先咗一个身位入嚟先啊，中间位置咧。仲有呢个超群名区追紧佢，埋边有只赢得啊！再喺外边咧打冲锋嘅国粹精华啦，大外档喜多盈亦都追紧啊！斗到最后200米啦，见到大外档喜多盈逢马过马杀跟住嚟，中间有国粹精华埋边喺呢只赢得接近终点啦。国粹呢个咧就系喜多盈赢啊，第二名赢得啊，第三名嘅国粹精华。咁啊，结果咧入边又好似有啲马喺度碰碰车咁样。咁啊，呢只喜多盈咁啊，不如佢缩咗喺后边，转翻外边冲上嚟，哇，收晒姜嚟赢啊！赢得第二，国粹精华第三，新妙星第四，喜多盈再赢一场啦，文嘉良马房起马啦，跑第二就冷脚啦，赢得跑第二啊，国粹精华跑第三，新妙星啊只系能够跑翻第四啫，咁但系有好多只热门咧，表现都令人几失望嘅，劲飞翔啊、牛精仔啊嗰啲全部都冇啊。牛精仔都仲系即系俾人搞下，喜多盈临尾嘅独赢系57蚊啊！如果一搭九嘅连赢位咧，着咗啡格噶临尾系，弯前都得嘅，弯前一只国粹精华都骑紧嘅时候啊，佢仲喺后面几定啊？睇下你点先啊！因为上次都食咗你噶嘛，佢都计得好清楚条数，入到嚟掟到喺出边再上，步速又快，133磅都赢啊！睇下十一档啦。同上次一样啦，都系留咗喺后面跑，赢之后我出走住偷步咁啊，果然慢咗少少啊，心跳升。前边啊比较快啲啊，牛精仔啦，杀埋嚟啦。今次君河唔同嗰啲啦，揿翻住啦，君河。君河都几搞笑啊，啲跑法。系真系估佢唔到。力流啊，君河系。其实试过好多次力流系唔得噶，都唔系第一次啊。太多马走又唔想同你。抢啊！可以理解噶，你赛前话俾我听，我就觉得可以理解。我哋唔会知嘅。咁你削弱咗自己能力啫，即系你唔走，其实又虽然步速快啫。啊，睇下前面啲马啦，都放得几快，其实牛精仔啊。最神奇嘅超群名区，哇！使唔使咁早终点就踩上嚟啊？蔡明少嚟噶嘛，三跌咁啊走啦，系嘛，冇理由蚀位噶。咁放头嗰只边个嚟噶？嗰只啲飞我哋一路都讲啊，软到离晒谱啊！哇，啲飞啊越嚟越扭翻边啊，真系离晒谱啊，冷到果然啊，今次啊冇啦，轮流烧啊！就呢度啊热好位嘅都 OK 噶，睇佢再后边就见到国粹精华开始上啦，埋边白鼻姑嗰只就新妙星嚟噶，尾二嗰只咧就系喜多盈，你睇下潘顿仲系好似鱼下鱼下嘅啫，等你嗰只国粹精华走先。阿伟达哥啲直路攞位啊，真系差到痹嘅嗰啲。例如啊，失完一隻又一隻，嗯，都仲失紧喎，呢度先有位啊。咁啊，喜多盈呢度喺出边大个档啊，冲得顺，冚晒，好犀利啊！马仔又好强。啊，咁啊，正式派赛跑第一名一号喜多盈啊，独赢拍57.5位置派17蚊，跑第二名9号赢得位置派54蚊，拍第三名3号国粹精华位置派21.5，连赢位一搭九派500。